180枚火箭、飞弹如雨，最后通牒：警醒时刻，末日逼近，主必快来。在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所说的一了百了，究竟是伊朗的末日逼近，定是掀起全球人类末日倒数的序幕？核战危机、气候改变和各种天灾人祸，是不是好像葛培利牧师曾经说的末日提升渐近？袁中文牧师将会为我们讲解末日全呼，从以伊战火看末日已近专题讲座，10月21日晚上7:30，请扫描二维码或者登入连结报名。